刚刚开播的《风起洛阳》引起了众多观众的注意，服化道精美，五州历史风貌细致还原，建筑风格也是国风味道浓郁。然而相比起精美绝伦的服化道，王一博和宋茜的演技却被观众屡屡吐槽。王一博在这部剧中造型满分，但是台词功底不足，被观众指指吞字，几乎全程都是一个表情。而黄轩将高秉烛的不羁和锐利诠释得淋漓尽致。王一博与黄轩、高曙光等戏骨有不少对手戏，这样演技的对比马上就高下立现。同样非科班出身的还有女团转型做演员的宋茜，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完全低于观众的预期。观众质疑宋茜的台词断句不利落，表达情绪依然离不开瞪眼撅嘴，这也是宋茜演技的硬伤。戏骨演技和业余演技的区别并不单单是在眼神戏，即便是最基本的台词也会出现问题。因此对于王一博和宋茜来说，打好基础同样很重要。